做了个皮肤测试，说我皮肤现在是26岁。 What？ 因为用了它，你见我就算是素颜状态都看到它肤色很白净很透亮，还有没有细纹干纹，而颈纹都淡了很多，所以我立刻试上了面。近日我试了一只很新新上架的抗衰老产品 Zeno NMN 抗皱日用精华，用了两set即刻抗纹抗氧。为什么这么厉害？要讲一下 NMN。 首先想讲一下 NMN 这个大热抗衰老成分，它真的很厉害。这几年只要讲到抗衰老就一定讲到 NMN， 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都证实 MNN 可以由基因细胞层面到抗衰老。这支 Zeno NMN Serum 绝对是科技的新突破，它可以由 DNA 的层面抗衰老，第一保护细胞受损，第二提升细胞活力。简单来说就是帮细胞预防衰老和令到老了的细胞变回细个。茶的 serum 可以令到皮肤直接补充 MNM， 改善皮肤老化，极速激活年轻基因，当中 MNM 的纯度是去到 99% 那么高。看回他们的实验数据，一个钟可以减 5% 的皱纹，28日可以减到 68% 的纹。用了一星期，皮肤靓了，白了，亮了，化妆都贴了。用了一个月，皮肤紧致了，连双下巴的位置都提升了。我自己的亲身体验，搽完之后第二日块面亮了，同埋啲纹消了。因为它能够做到 280% 抗氧去皱，你见我就算是素颜状态都看到它肤色很白净很透亮，同埋会有细纹干纹。它的质地很好推，分子很小，推开很快吸收，但还有保湿度，很滋润不会粒，完全不生油脂粒，味道是 natural 的草本味，而颈纹都淡了很多。除了讲 face serum 之外，我还想讲这个 eye serum。 科研证实可以28日减 2.6cm 眼纹，14天减 46% 眼袋。用这只 eye serum 很有 feel，紧致啦，冇晒黑眼圈啦，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可以绿化绿化。依个系列标榜，就算唔使做医美都有疗程嘅效果。呢个系列系开架品牌嘅 number one， 一 set 就可以搞掂晒成块面。大家快啲去万宁买啦！